十一月九号晚，香港歌手陈奕迅 Eason's Life 2013曼谷演唱会在曼谷中央世界商业中心完美落幕。陈奕迅的激情演出引爆了现场近万名观众的热情。来看详细报道。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唱会上，陈奕迅一气呵成，为现场歌迷献上了众多金曲。而木易新的舞台效果和精彩的演出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。舞台上，陈奕迅身着各式服装华丽登场，激情忘我的演唱，让歌迷享尽视听之余。陈奕迅在演唱会上的服饰尽显新奇的时尚之道，夸张的轮廓，怪诞的设计，为整场演出呈现出极佳的视觉效果。在此次演唱会中，我们听到了包括《爱情转移》《你的背包》等经典曲目，赢得全场的阵阵掌声和欢呼。此外，陈奕迅还在演唱会现场用泰语感谢大家，并向大家问好，萨瓦迪卡，谢谢，我帅吗？我唱歌好听吗？他幽默诙谐的调侃以及和众位粉丝的互动，也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。非常的激动，希望陈奕迅可以再一次来泰国曼谷。真的就是很如愿嘛，看到这个。看到了，非常开心。但没有中国的明星来泰国开演唱会，陈奕迅好像是第一个。很激动啊，后面一整返场的时候特别特别感动。我非常开心，就是可以来看陈奕迅曼谷演唱会，也准备了很长时间，然后谢谢陈奕迅，谢谢主办单位，谢谢。就是之前有看过他的演唱会吗？没有，就是第一次，然后刚好在曼谷就遇上了。就是你是专门来的？哎，对对。东盟卫视 MGTV 记者林正辉、毛迅，泰国曼谷报道。